这堂课呢，也是会让我们心哦是热热的，因为接下来哈、哦，我们这一堂课是由我们陈讲师呢，他要为我们哦来上来跟我们在开始这堂课，就是他的题目是开创生命的新气象哈、哦。那这跟刚刚我们唱的大道题哈、哦，它里面呢、哦、有几段哈、哦、写的让候选觉得是哈、哦，觉得真的是我们老师开示我们的哈、哦，真的是非常的贴切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他是不是的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歌词上面有写着，是不是不会天我们的地？对，一二三四，第五小段里面他有写着，不愧天，不坐地，拍拍胸膛，想着忠孝不使脚步更壮，想着仁爱不叫而振作，想着后浪推着前浪滑，哦。那这段哦，这告诉我们，这忠孝跟仁爱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哦。那相对他的第二小节又说，不怨天不由人，正正堂堂，想着信义不灭，手足力量，想着和平不远而同化，想着新人替代旧人创。其实这些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，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离开它？没有哦。上班要不要尽忠职守啊？要哦，上班是要哦。哦，那相对的呢？我们要尽忠，那要不要尽孝啊？我们要尽孝哦。哦，还有啊，我们的爱啊，要平等的普及到众人，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普及我们的爱。那做人要不要有信用？要。啊，做人要不要有信用？要。要。要信用，要重信诺啊，这样我们的行为才会合乎怎样信义嘛，哈，义就是我们要做是合乎道德的事哦。那和平，大家就是族群要和睦，要融合，哈、哦，不要有纷争，有战争。像我们早上有看到我们讲师有分享一些影片出来给我们看哦，战争是不是很可怕？战争很可怕哈、哦，所以哦，所以我们要和平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离不开忠孝仁爱。信义和平、哦哦、所以大道理其实它离我们远不远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真的是远在天边。感觉大道理，人家说何谓大道，就是很远，可是是近在眼前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怎么让我们感觉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？其实就是要开创、哦、我们就是要来开创我们生命的新气象啊、哦、那因为呢后学啊都很多话，每次在考试都要讲很久，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就要交给我们陈讲师了哈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陈讲师。大众请起。前到一鞠躬，昏到一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后学用一支应该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各位前贤，还有我们在座的点传师、领任。讲师，所有大德，午安。在我那首先后学感谢天恩师德、祖师弘慈、师尊师母大德，感谢慈悲。我们老前人所有点传师布道之恩，还有沾了在座所有前贤的光，让后学今天有。这么样一个荣幸的机会呢，在这里，在这样庄严的佛堂里头学习圣人的道理。那后学才疏学浅，有很多疏漏跟不足的地方，我刚刚就哎呀卡呢，然后就那如果待会儿呢讲述的时候有不足缺漏，
以及冒犯的地方，请各位前贤不吝指正哈。啊，后学呢，首先呢，请各位前贤帮后学念一下后学的题目。开化生命的新气象。好，那后学呢，首先来玩个小小的游戏，不是游戏，只要举举手就好。因为中午时间后学实在能力不足，担心各位前贤睡着了，后学罪过不小。好，各位前贤好，我们现在现代人啊，在工作的时候啊，生活的时候，面对都会生活压力是越来越大了。后学可以放上去，谢谢各位。麦克风开始，各位前学哦，后学哈。想要让后学的声音柔和一点，因为有一次太子爷说要用道气说话，不可以用口气说话，唱歌的时候也是。后学回去想了半天，什么是道气，什么是口气，想了半天，有一天呢，发现自己讲话的时候像午夜叉，飘飘飘飘飘飘，自己听起来都很不舒服。哦，后学终于知道，这个叫做口气、脾气。啊，最近后学也是脾气很大，所以站在台上很忏悔，担心后学的脾气散发出来，这个新气象呢不大新，哎，污染各位前贤，所以后学觉得很忏悔跟罪过。好，那回到刚刚后学说要做个小测试哈，啊，我们都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。那我们自己呢，要常常找快乐哦，不要找麻烦，自找麻烦或找烦恼。那以下有三种水果，各位前贤哦，您的直觉，这三种水果传说啊，有一种呢，选来吃呢会酸当当。那您的直觉，您会选一柠檬雷梦，二水蜜桃锥蜜桃，三西瓜西瓜。因为在座有很多老菩萨，或许很惭愧，台语很不灵光，要秀抖一下好翻译。那各位前贤，你刚刚对几款水果哈？你若食落会水当当的，请举手吼。第一种的哈，烧五分钟；内蒙的，还是第二种水蜜桃，还是第三种西瓜？啊，各位前贤，请想五秒钟。后学说要直觉哈，不要想。来，预备啊！您觉得要选柠檬会水当当的举手。好像比较多啊！不要看别人，好手放下。这个标准答案哈啊！您觉得吃水蜜桃会水当当的表情？也不少嘞。好，手放下。您觉得呢？选西瓜来吃，哎，水当当的表情。啊，再看酒啊，操！哦，等一下要颁奖，好，谢谢各位前贤的慈悲。后学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么样一个小测试哦，他说选柠檬的朋友呢还不错，会定期清掉您的烦恼，而且呢在生活跟工作里面您自己会找乐子。这类型的人呢，像现代的冲水马桶，哎，马桶我也要玩，他会。那别看了，好别看，刚刚别看了嘞，那个按钮来气了去，啊冲，好，啊嘿，欢乐的改冲过去啊，那垃圾就可以了哈，嘿，啊各位家己找一个停损点哈，让家己沉淀，让那些不愉快呢不会来干扰您的工作跟生活跟心情，很幸运获得清醒，给自己掌声鼓励。没有标准答案哦。那选蜜桃的呢，其实后学也是选柠檬，但是呢也觉得三种都很好，那三种都很好，可能三种都有点倾向，只是哪一种倾向比较强这样哈。选水蜜桃的呢，是凡事都要求很完美哦，各位前贤
那表示您工作态度是一级认真的哦。要求就是要求做水，爱做到做水，对我上面讲，侬做就好哦，啊才算基本的哈。啊，但是对自己来讲，就会有一种倾向的是，自寻烦恼。我看烦恼，吼啊烦恼会比你欢喜的时阵较侪，担心就比开心多。啊，这样完美的人格主义呢，其实家己已经非常非常好啊。啊，结果要求更好，阮学校道德主义就是安尼。一件代志，白白一件代志吼，我若十个步骤甲做了，伊会想讲十个步骤，啊，照顾甲足水，安尼，啊，有好无好，其实对别人就好，因为安尼讲一定拢因为伊会互阮提醒，嘿，啊，我着袂因为安尼家己袂记，啊，毋过伊家己来讲，做足侪工课，比别人加足侪几十倍安尼吼，哎，啊，这样子呢？他希望他自己的朋友跟家人能够更好，所以大家爱丽会一起跟着来。所以呢，选水蜜桃的朋友呢也很好，已经很棒了，稍微放松一下就更棒。好，你自己也掌声鼓励鼓励，非常好。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种人做菩萨，在前面担。好。第三种呢，选西瓜的朋友，刚才选西瓜的朋友，请举手一次，才寥寥无几哦。各位前向后转头看一看，瞧一瞧，不要害羞，阳明就举前些，请举直一点。看西瓜很棒，先给他们掌声鼓励哦。怎么办法？后旋念给各位听哈。抗压性非常非常高，非常自得其乐，不仅自己开心哦，他还会把欢乐带给所有所有的人。这类型的人呢，很懂得抗压，所以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会懂得处理，而且呢，个性很乐观，所以给周遭的人也都会同时带来欢乐。所以哦，我们也要跟这几位前贤看齐，那各位前贤一定很想三种都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想三种都选的举手。我也很想三种都选，放下。那表示其实各位前贤都有，或许刚刚念的这些特质，以上仅供参考，或许觉得也有点道理啊。各位前贤呢，自己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后学这样说的。那如果不是呢，那表示后学胡说八道，对不起，在这里打妄语。会不会回去又被老师打屁股？好，那接下来那个后学的题目新气象嘛哈，那活佛师尊就跟我们慈勉哦，相由心生。那怎么个相由心生法呢？在座有很多年轻伙伴，那将来会面临找工作，还在就学的小菩萨、年轻菩萨，请举手。他跟你读册，请举手。应该很多哎，后续觉得呢，应该蛮多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好，谢谢感恩。举手不是要做什么，是后续觉得这段话应该对你们特别有用哈、哦，请把耳朵挖大一点听哈、哦。后续功力很差，那各位前贤您就功力好一点啊、哦。活佛老师说啦、啊，徒儿。找过工作吗？有去面试过吗？老板先看您什么呢？是不是很多老板都会先看你的面相？那个面相就是你个人的气相，老师不是说长得丑或美哦，这位前贤面相而已哦，不是美跟丑哈、哦。那老板要看呢，这个人是不是心中有事？是不是信心不足？这句话很重要。最后才考虑是否让你担当这个工作。那老师说要给我们照照镜子，看看现在的我们，照一照我们平常在佛堂上课的样子呢，最自然的表情是什么？就像各位前贤现在最自然。当您很专心听课的时候呢，
念相就会改变，就是火佛老师说的，专心自然的时候，念相就会改变。因为啊，在专心的时候呢，念相是最好的。同样的，若想改变命运，就要常常端正自己的面貌和身心，要端正自己的面貌和身体，还有看不到的这个心灵。各位前贤，老师说要端正面貌和身心哦，不是花1000块去请人帮我改运哦，请听清楚哦。好，以后徒儿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，就要注意了哦。别人不仅看你的履历表而已，那只是一张形式而已哦，参考哦。其中有70%是观察您的神态和脾气。老师一直在对我们加强我们的神态、脾气、面相，这样子哈，是由内心出发的哦。同样的道理，以后我们如果回3观9口，有没有把修道人的气质表现出来？还有平时跟长辈应答的时候呢，礼貌有没有做到？首先就要给我们打分数咯。徒儿把平常最自然的表情照一照，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德性了。各位前贤，这一段话或许反省了很多件，对长辈没礼貌，或许年纪很大，到心里时候还是不记得。所以在试的时候呢，如果出去外面要换工作，可能就会碰钉子。那如果回3观9口的时候，就要在过不了关的那个情境里面再继续练到过关，好、哦、这样子。那或许现在想测试，不是测试，那前行呢来练习一下信心这个东西。刚刚老师有讲到信心，老板会看我们人信心够不够。所以在这里做个小测试，来做个小练习啊。或许想请前到50号，我们在上好拍摄啊，坤到50号请举手一下。嗯，好，那前到50号，或许只要让前田做3句话就好。三步为啊，前田你只要说好请测啊，只要把这个看大家，因为有一个老师跟会客说目睭要看大家看每一个前贤，不可以用飘过去的，就飘过来的。后学是真的被老师指正了，那这表示一种礼貌，也表示一种信心。所以待会儿请两位前贤先上来好吗？这样后学等一会儿不用等你们。前到50号不在吗？不在就51代替。对各位前道前贤鼓励一下啊，缺乏信心的那个嘛哈，信心的那个孩子，是后学哈，是后学要先请来，给您出课的，啊，给您弄课料就卖，哎，给出课的。50号前贤是哪一位呢？那51在不在呢？那我们坤道前贤先开始好了。后学生，你只要眼睛看所有前贤，第一个，第二个。每一字每一句讲清楚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哦。那你要讲什么呢？各位前贤大家好，我是某某某，感谢慈悲，那、啊、就举躬下礼，那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不会很难哦。那你如果想要自己变题换内容也可以。哇，今晚有话别要有按图，前贤麻烦你移驾到这里来，谢谢。各位前贤大家好，我姓叫做郭慧欣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很辛苦的。先看我差对不对？来，前贤，我们再练第二次，这一次就是他都要弄掉就好。啊，先看会错，我相信第二遍一定没错，一定会没错。啊，若有错，会错较少。所以再一次，非常棒哦。
贤，大家好，或许叫做郭慧熙，谢谢大家。钱到不上来，我不要给你机会，对不起，因为候选时间宝贵，我的戏份啊。候选人说对了哈，他第二次抖得比第一次怎么样？少很多，几乎快要听不出来了。所以各位前贤，这样慢慢练，后学也在练。我今把心中啊平泡菜，超成讲师说，各位前贤的手是啊，心是热的，心是热的。不过因为撞得很厉害，手是嫩的，后学的哈。好，后学在这里再附带补充哦，我们早上熟儒讲师有提到德惠菩萨，那德惠菩萨呢，菩萨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常常呢要求昏道的前贤，昏道咱昏的查某的这边哈，伊都请人讲哈，咱的头脑要甲探头探面的时阵哈，会甲咱的神光、灵光探了诶。啊，后学哈以前也不觉得怎么样，最近在工作场所，因为后学教小朋友，那后学有发现后学的小朋友。如果常常把头发盖住他的眼睛，确实哎，不大灵光，学习起来确实障碍比他这样弄上去的时候多一点点。那小六的小朋友，或许带小一今年，那以前带小六的小朋友，或许当然这是个人自由啊。可是有时候有点道理的话，尤其菩萨讲的话，我要听嘛哈。或许就跟小六的小朋友说，那你们是不是都很想继续升学啊？就跟后学点头，因为他们都上补习班啊，表示要升学，没错啊。那后学就问啊，那你把头发盖这样子呢，老师觉得会妨碍你学习专心，还有学习灵光可能会从90分降到80分，那如果你想升学，你自己斟酌你要不要把它夹好头发，或者你要继续盖着自己选择，因为想升学的孩子最好我们就听菩萨的教化哦。好，那这里这跟我们的整个形象还有显露出来的气确实有关系。或许小一的小朋友就这样，他是因为很可怜，妈妈呢都上网玩什么游戏，玩到呢没时间照顾孩子，常常小孩睡过头了，于是呢披头散发。那个女生很漂亮，小一那个女生很漂亮，谁叫做睡那就短短的啊，那个我跟她睡我跟她刚才我跟她低哈，但是头发披头散发以后呢，全班就是她注音符号呢认得最少，跟得最少啊。再来就是联络簿念完2次，回去以后还是搞不清楚到底要做哪些加课。那这是后学举例子给各位前贤参考嘛哈。在座有很多的小菩萨，当然流行也很好，不过您自己选择。好，那后学呢？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主题，开创呢，当然是从无到有。那活佛师尊跟我们勉励的4句话呢？各位前贤呢，先读前面一大句。好，请各位前贤慈悲预备，请帮后学念一次。好，看老师，前瞻的心才能够转化危机。好，后面还有3句。佛峰老师说，希望我们向前，眼光要放远一点，那才能转化危机。或许举个例子，譬如说，如果以前我们小时候嘛都学要储蓄啊，以备不时之需，爱砍吉嘛，他砍吉要用啥？第一要用啥？生活要用啊，第二家己去赚来以后要砍起来，砍起来第一生活要用，第二不定着生老病死苦，这大家都会拄着的不时之需哈。还是囡仔要交学费，其他的生活交际需要额外的支付，所以我们储蓄这个好习惯，小学的老师有教过，
现在我们好像都不带教，没有时间教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变成只有宗教道场有教化人心的功能。现在课程改到我们的，或许也不知道怎么说，那很惭愧，希望尽点力哦。那洪峰老师又跟我们说了，或许刚提到储蓄的事情，洪峰老师曾经这么说，但是那个百分比例或许不是很确定哈。就是洪峰老师说，当我们赚了100块回来，那60块家用，不管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什么费用，通通家用了以后呢，20元储蓄，那剩下20元做什么呢？各位浅浅有没有人可以猜到呢？哎，我有听到答案，请刚才那位讲答案的浅浅大声一点好吗？哎，听到有声音，听到的位置，或许没时间下去卖苦力了以后。20元，20%提拨爱报息。老师讲，咱若有安尼做吼，赚100块，60块进去，20块欠起来，20块有报息哈。老师讲，无咱形形色色的要点，嘿，这是佛老师讲的，应该是这个比例不对了哈。后来后学发现，佛经也有类似的记载。佛经有记载，它只是比例有一点不一样哈。各位浅浅，反正就是要用，也要储蓄，也要布施。好，再来呢，继续，请各位浅浅的帮浩学念第二句，预备，请。好，要有积极的心。浩学都觉得，浩学常常消极，那习惯性哦，有时候自己关照不容易哦。举例说，或许前两天，或许有个外甥，他早产，他的四肢比较无力，所以他穿矫正鞋。那个矫正鞋呢，从脚底穿上来，又套了，从小腿套到膝盖，是有点像塑钢的东西，硬硬的矫正他，因为他都会用脚尖走路，尤其右脚比较严重。那最近越来越长大，脚力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还是不是像正常的那么好。他那一天，他妈妈不在，载后学爸爸去医院，后学妹妹载爸爸去医院，后学接他小孩子回家。他呢，爬上车，他用爬的。刚放学的时候爬上车很容易，就是可能10秒钟他就吐起来，用吐的，用气球，但气球因为爬起来就飞起来。好，那他用推力，还有用自己用爬的这样子，所有他能用的他都去用，他的手脚能辅助的他都去使力，好爬上去。后来过了3个钟头，后学带他去同学家，那他要喂小狗吃饼干，喂完饼干之后呢，他有点累了，因为那天整个已经晚上大概7、8点了吧。这时候他要再爬上后学的车，我有点累，爬不上去。后学不小心也赞助一句话：“哎呀，你累了哈，爬不上去哦。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我累了，我爬不上去。”他就自动放弃。这时候后学发现自己讲错话了，赶快修正。你可以爬上去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自己爬。不过他花了大概3倍，比下午多3倍的时间才爬上去。可是不管怎样，或许认为我必须给他等待他，让他自己爬上去，因为我不可以消极，不然我永远在逆境里面。好，跟各位浅浅分享，再来，请各位浅浅呢再一起念第三句，预备，请。要有忍耐的心，才能够转化。好，感恩的心。转化怨尤，心里面常常感恩呢，不会有恨，不会有怨。那后面或许还会再补充说明，这个或许先简单的改过去。那再来，什么是刚才是开啊，也还在开篇。好，各位浅浅，请闭眼睛。一早起来呢，用好心念暗示自己呢，你今天我会遇到好人，碰到的都是好事。接触到的都是好人，所有因缘都是好的。各位浅浅，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暗示自己哦。各位浅浅，不晓得暗示完了没有？虽然已经剩下半天了，后学发现有用哦。
当我们的里面柔软了，口气就柔软。当我们里面很生气，讲话就很生气，你秋了就拍垮，还气象了就败哈。好，各位先生，请打开眼睛。好，再来呢。第三个呢，开，我们要跳出自己的框，我们呢像井底之蛙，尤其后学觉得自己像那公这样来带金龟，安尼讲来对不对哈？看看到头壳顶迄个迄片气安尼哈硬个呀。啊，事实上，佛菩萨成佛了。成菩萨了，才发现这个宇宙呢那么浩瀚无边。哎，这个故事各位前前都知道嘛哈。啊，那个青蛙还很野人谢瀑的说，啊，遇到那个大海龟还说，哎，你进来我的井里面啊，好清凉的水。哦，我呢高兴就唱歌，口渴就喝水。那么呢，有时候就跳上来呢，哎，跳上井上呢就唱一唱歌，多舒服，快乐自在。然后大海龟也看，我的大海更辽阔，我爱怎么游就怎么游，水怎么喝就怎么喝，也又大又很多同伴啊，这个哪算什么？或许就会觉得以前小时候读这个故事呢，不觉得怎么样，一个故事而已。现在发现呢，学到以后发现，哦，原来佛菩萨悲心无限，我们无法测。像大海龟跟大海那样，哦，或许觉得自己像井底蛙，要学习打开那个自己的框。那还有各位前贤，这个框一定要打开。譬如我们如果想从室内往外看，各位前贤，那道窗户要不要先打开呢？一定要。那打开我们才能看见外面绿绿的草、绿绿的树、蓝蓝的天、白白的云，不同的景象。那当我们自己框起来的时候，可能忧郁症什么都来了哦。好，那还要走出去跟服务人群，这个都有关系哦。好，那所以建议年轻伙伴呢，我们多听不同角度的经验啊，不要自我中心，觉得啊黑汪灾黑汪灾，哎，有时候老人家确实有老人家的一套宝哈，啊，希望我们不要跌倒，再选取适合自己的做参考哈。那再来呢？快乐系统的词序呢，各位前贤应该常常听过，或许就请各位前贤念前两句，预备起。你不能控制生命的长短，但是你可以拓展它的宽度。快乐系统跟我们说呢，生命活三十岁、十岁、六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岁，现在不能控制，当然现在可以预备以后想要活一百岁。例如各位前贤持斋放生爱护生命，这是常受的方法嘛。师尊说什么持斋持戒放生，那斋戒布施啊，师尊说斋戒布施就能够有福跟长寿嘛齁。那虽然我们这辈子不能控制了，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拓展它的宽度，用各位前贤的手干嘛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结多多的善缘，嘴巴说好话，说佛音，结佛缘，这是宽度。那么眼睛呢，多看佛书，启发自己和众生的智慧，这都是拓展宽度。那么呢，接下来还有两大句，各位前贤预备，请。仙童跟我们慈悲的是，看到好天气、坏天气，我们都不能改变，但是呢，哎，都感恩上天。哇，下雨了，有水喝真好，不会干旱。出太阳了真好，我可以晒衣服、晒被子。什么事都一定有它的好的一面嘛，哈。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容貌，因为这也是过去是自己种下来的，结果了，在开花跟结果了。那但是我们可以展现气质，那个刚才讲的道气，不过后学道气很不足，要是跟各位前贤学习，尤其刚才在唱圣歌的时候，发现台上台下都很热的道气，后学要向各位前在座前贤学习哈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两三句哈，请各位前贤，你不能控制，预备，接。你不能控制别人，但是你可以掌握自己，
你不能预知明天，但是你可以利用今天。或许会觉得，或许常常想要去控制别人，可是掌握自己却零分，因为叫那个心脏不要紧张，跳那么快，控制不住哎。那很喜欢去控制别人，你为什么去买那么多东西？可是自己也买很多东西，不要用的东西，很浪费钱。所以有时候就有个坏习惯。再来，我们不能预知明天，可以，可是我们要利用今天的每一秒都做得很好。好，再来下一句，各位先生预备，请。样样顺利，但是你可以事事尽力。或许发现，或许自己也是哦。教小朋友好像样样要顺利，可是现在学习，教小朋友事事尽力。每一件事的第一名，第一秒一个名，不会得，不会不言一百，要得一秒嘛吼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可能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气象吼，不要绷得那么紧，这样子哈。好，接下来或许看一点点快车，这里呢是要带过去哦，生活跟生命啊，生命的新气象，这个生活跟生命来讲，我们人呢有我们的个性，有我们的。我用我们的个性在工作，在求学，譬如说，或许个性很懒惰，或许求学就不爱做功课，不爱温书，工作也一定懒散。将来长大，如果我性格不改，那么人际关系呢？如果或许性格很火爆，看到谁都不顺眼，各位前前，那些人看或许也都不顺眼，或许人际关系一定打叉叉，或者以前或许很害羞内向，非常非常。躲在角落的那一种，各位前前或许没什么人际关系啊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是因为觉得外面很无趣。好，那陷阱也很多，因为眼睛会骗我们，耳朵会骗我们，鼻子、嘴巴都骗我们。常常最近活泼老师也慈悲或许，常常涵养这一点真，这一点真，不要跑外面去哈。啊，当然，各位前前或许不是叫你不要乱跑，只是。自己的真，早上陈讲师也有讲，那个认那个真，认了没有比较重要啊，不是你跑不跑的问题，是这个真在不在比较重要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性格去工作、人际关系、求学，跟我这个个体呢去是组成家庭，我对爸爸妈妈当然脾气不好，也就不会孝顺哦，常常跟他顶撞哦。那在社会互动，就或许刚刚有讲的。人际关系就是一环了，那后学的命运结果当然是不好了。所以呢，这包含个人里面有情感，也有理智在运作。那么呢，佛就是情感跟理智都双运平衡的圆满的，称为佛。那后学是众生，后学可能情感90%，理智只有10%。所以或许是众生，嘿，我若欢喜啊，大家的拢春天；啊，我若足生气的，大家的拢冬天。活在冬天的气氛里，好，这是你看，家己忏悔吧，哈，啊来，啊来，生活跟生命哈，有三种生活方式，有蚂蚁式的生活，有蜘蛛式的生活，有蜜蜂式的生活。那啊，蚂蚁式的生活呢？求学考试也一样，后学发现以前后学求学考试只会这样，我只是为了自己，为了生活努力，为了分数努力，我身体跟我的心灵都很窄，因为我看不见外面有什么。仙佛菩萨那时候还没有进入道场的时候，好，那很幸运，后学都觉得灵宝师有后学的再造之恩，像再造父母哦。那蜘蛛式的生活呢？他。只想用很少的劳力呢去获很多的利益，那无力呢，没有利益他就不要做了。譬如说赌的人、投机的人，佛佛老师也跟我们勉励哦，不要去股票市场哦，不要玩这个哦。好，各位前前，那个会牵动我们的心不平稳啊，所以呢这个赌跟投机，各位前前可能不会去的哦。那或许觉得或许家人有人这样，我或许都觉得有一点头疼啊。偶尔
偶尔跟他顶一下顶一下，希望他不要用蜘蛛式的生活来投机哈。来，蜜蜂式的生活是，各位前前看哦，蜜蜂它这样到处采花蜜，最后花蜜还蜂蜜还可以让我们吃。那于是呢，如果像我们道场的前贤，还有其他宗教像慈济的前贤，他们呢都在造福人群。他们不但造福人群，他用自己的能力、体力去造福人群，他也不伤害众生。所以各位前贤，我们应该都学蜜蜂式的生活，使人类能够更幸福哈。再来，我们求学考试也一样，在座的年轻学子伙伴啊，我们学习一切是为了提升将来我们有服务众生的能力，有服务众生的品质。嘿，以前或许都觉得或许只是为了我自己考试分数高一点啊，没有老师一个标准几分标准的一直让他点红狗，你知道我现在那边喊车哈，那时候的生活真的蛮悲哀啊，很狭隘哈。好，再来心呢，什么是心？佛陀老师在道之中指呢说起心涤虑，那就是要我们去掉陋习了，我们的习惯性不好的叫陋习。那这个身体的心呢，各位前前每天都有一个小的心，你洗完澡很舒服一点，那有时候我有去绿树多一点的森林里，各位前前不知道有没有过，一大早起来那种地方的清新空气会让你觉得你全身好舒服，很舒畅，很通畅，然后觉得没有压力，这样子好像森林浴。然后呢，最严重就是我们要面临死了，又有新生的这个身，又是新的一个身体，它慢慢又变旧哈。好，早上也看过那个女孩子说，哇，一直长大到怀胎哈。那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换新啊，50年、100年、300年在换新，换不同的新的而已哈。跳太快。好，那么心灵方面呢，我们如果透过忏悔，实际忏悔，在修正以后不再犯错，这个心灵也会获得一个新气象的心。佛陀老师跟我们说，徒儿啊，自信啊要是不明，口头上呢常讲反省啊、忏悔啊、调整啊，都是空的。佛陀老师不是叫我们不要忏悔，是希望我们要明自信。那自信呢，早上都有讲到，圆陀陀光灼灼，我本来就没有嗔恨，我本来就没有贪，是后来染上的。所以佛陀老师我们先明自信，于是来反省忏悔就会很有用。那佛陀老师又说了，我们徒儿的宏愿是什么呢？我们想度化众生，还是成就人间净土？请问徒儿的心静了没有？你们现在在提倡环保，在提倡绿化，徒儿的心可环保了，可绿化了。各位前贤，或许会觉得这个绿化跟环保，或许会觉得小时候30年前、40年前没什么饮料，打扫的时候呢，地板就是一些落叶、灰尘，可是现在不是。现在要为了垃圾而抗争，可是或许在看垃圾场在抗争的时候，或许会这么想，哎，这些饮料杯谁喝的？那里面那个环保碗筷，不是环保碗筷，哎，保利龙上瘾的，咱瘾的，阿金嘛瘾瘾的啊，而且垃圾一罐罐，白色的粪扫上最多，我最多。啊，今仔日粪扫落去，扫扫出去的时阵，垃圾场就吵就吵就吵，大家拢在吵。啊，不过那种一直在制造垃圾，哇，是糟糕了耶！那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有那么多的饼干包装那么漂亮，啊，垃圾那么多，都是我们自己制造来的。所以白水老人就是，哎，韩老前人就说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人是一部制。造垃圾的机器，想一想真是哎，那我们已经事实啊，我是制造垃圾的机器啊，可是呢怎么样，我们就学蜜蜂让人类幸福一点来弥补。好，再来，
所以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了，今日种种譬如今日重生了，常常看自己的缺点来改进。在这里呢，或许要分享两个，一个是小时候读的故事，一个是真人实事哦。首先呢，怎么除自己的坏毛病啊？这个周主呢，非常的血气方刚，那么呢，年轻气盛呢，看到不平他就很喜欢动拳头，用拳头解决事情。那村庄里的人都很害怕他，不管男女老幼，看见他都很害怕，看见他就赶快躲。怕呢，一个不小心讲话讲错了，他的拳头嘣就来了，就这样子哦。好，那有一天这个周楚啊，经过邻里的时候呢，听见老人家在聊天，就是老人家就说，他们好害怕哦，村庄的人民好害怕，村民很害怕什么？南山有猛虎，常常吃人，可是古时候又没有飞机，又没有车，一定要走啊，过南山。这下子常常过南山，运气不好就常被猛虎吃掉。这个水里啊又有蛟龙，哦，各位前面都知道，古时候一定坐船嘛，不是靠十一号，就是坐船坐马。那呢，如果坐船的时候水里有蛟龙呢，又会吃人。好，那他一听呢，还有一身汗，哎，他不知道是谁啊。那么他一听，哦，南山有猛虎，他也非常的好吧，于是呢，他就上南山。说南山猛虎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，他一下子把猛虎平服了，又下水里呢打蛟龙，也把蛟龙给吓服了，哎，去了。那么替村庄里呢去了两害，可是第三害呢，哎，他觉得很得意啊。但是有一天啊，老人家哦，正好一个机会，老人家就说，我们村里的第三害哦，支支吾吾的对那个周楚不敢讲，但是呢，支支吾吾到最后还是讲，周楚你脾气就败啊，你拳头常常嘣，啊，我那么怕你哎，好，这个周楚啊也是闲人哎，他一听到别人说我是村里的第三害，他回去马上改掉自己的坏脾气，所以或许就觉得我连先生都不是。凡夫还重得很，那个脾气一直很坏。好，那真的实事分享在这里，侯迪明 VS 侯道明，同一个人，他是双博士的教官啊，各位亲戚，应该45到50出头这个年纪吧。那或许有机缘碰过他几次面。那刚开始他都上台讲课的时候，就是侯兄在天上，请原谅后学，后学哪里的弟子来勉励大家，已经在天上说跟在活佛老师身边。那英年早逝啊，哈啊，听说他自己觉得，就是临盘的时候自己觉得功果非常非常小小小，他就跟在老师身边四处打帮助道。那他很想再下凡来，因为功果非常小小小，希望下来再行功立德来补，因为在天上不容易哦。各位前辈，在天上不是那么容易，改脾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在凡间磨练比天上磨练好耶。那这位侯教官呢，他就在试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双博士啊，那在所有在那个道场里面就是他学位最高，那他一讲课呢就是口气非常的旺。他说他从小以一帆风顺，求学考试关关顺利，想考什么必考上。各位前贤，从小时候到现在，有家属的也参加去，我记得，啊，有摕到双博士的参加去，大概双博士都没来，嘿，所以各位前贤，他也确实有条件，也但比较高高在上，比较傲慢一点哦。那后来前两三年一个机缘，他得直肠炎。癌症哈，那有一位点传师慈悲就烧大把香叩首，可是呢，叩首完之后呢，这位侯教官也是业障在现前的时候很奇怪了，他说他那一天肚子痛到他所有好朋友医生通通度假去了，没有一个在医院，他可以信赖的有经验的医生通通不在医院哎，各位姐姐，有些事真的不得不承认哎。真的有障碍，像后学要上台之前，
一会儿肚子痛，一会儿头痛，一会儿心脏痛。所以各位学姐，有人是求道有障碍，或许是连上台都有障碍。好，那不是看别人，要看自己哦，真的有障碍嘛？我们自己要承认啊，真的有业障。那这位侯教授呢？跟那位点传师联络上，那位点传师就让所有坛主烧大宝香、扣子背头，而且跟他吩咐，你要记得报三宝。那这位贤贤呢？反正后来终于有医生度假回来了，他进医院去以后呢，已经痛到人都直不起腰了这样。进医院听说他那个麻醉针哦，打不昏嘞，各位前行，他昏不过去，都很清醒，他又开刀，没办法昏。那医师很清醒，一定痛死了，一痛呢手脚乱抓，各位前行，生命堪忧哦。在那里打了不少几十针，是几十的哦麻醉针。之后呢，之后听这些后学听，一位坛主讲师分享的，那之后说啊，他忽然想起要抱三宝。这么一抱呢，他就昏过去了，开刀。好，各位前贤，那后面还有呢？他化疗是百次还是？他说破纪录了。那他的化疗破纪录哦，反正他意志力够坚强。还有老师特别对他大显化道。他有一次要进医院的时候，老师在某个佛堂借窍灵谈。在那个佛堂借窍灵谈，忽然跟所有学员说：“你们等一下，我要去找侯某某。”于是咻的，然后再回来。啊，后来这位侯教授他回坛来，又讲述他的过程，分享经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就看见我。”他说他看见老师现身给他看，然后天花板还浮了很多字，什么字或许不记得。啊，再来。那些字呢跟他的因缘有关系，再来就浮现他过去是当大官杀了很多人的画面，一幕一幕让他看，他清清楚楚知道原来现在的症状是因为那样而来。可是他为什么福报很好？因为他后来很幸运遇到有修的高僧大德引领他去修行，所以他修行的果报可以让他双博士，可以让他考试一帆风顺，可以让他，哎，反正呢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又有社会地位。那各位贤贤，可是当业障现前，那些杀人的业报都现前的时候，就是那样。啊，老师都跟他，好，那接下来，厕所打毛巾，这个是仙翁在灵坛的时候，明讲着要他，因为他不是从打毛巾。做人才的事开始，他一上道场，一进道场就上台。各位前贤有时候成全人才，这样反而是不是害了他呢？也就是说，哎，就一直都是一帆风顺，然后都是讲给别人听，不会反省自己哦。那所以南极老师又特地跟他吩咐，要从人才开始做起，打毛巾，弯下腰来，把我慢降服。我慢降服，这是后续推的，因为我们如果我有我慢，我一定没办法弯腰打毛巾，也一定弯不了腰扣手。好，那扫厕所，我们的我慢好重了，越不想越有执着的，越要去把它刷掉。那很明的跟侯教授说，从这些基础人才做起，然后呢，基础道学班培养起，啊，自修的时候要佛前忏悔。佛前诵经回向，冤亲债主上菩萨。好，这是分享给各位前贤。那他后来为什么还是归空？坛主讲师说，当他好起来的时候，他就都去忙生意，完全忘记该了月了债。好，这是好。接下来气象，各位前贤，东西都有一个气，也有一个形象，花有花的形象，桌子有桌子的形象，那他会散发。散发有气呢，木头的气比较祥和嘛。各位前贤，您用看的就知道，地板的气比较美啊。那么那个日电光灯、电灯呢，因为透过热气，现在是热气哦，啊，所以各位前贤后学讲话有口气，因为后学还不圆嘛，哎，这也是一种气啊。后学有后学的形象。那我们听过的故事就是说。有天堂为别人服务，就筷子非常长，
家里都自己吃不到，只好都夹给别人吃。于是呢，每个人都吃到菜，好，这是天堂的景象。啊，那个景象会有一种欢乐愉悦的气氛。那如果是地狱那一幅呢，就会怎样？我只想到我自己，我只想到我自己，所以我永远都吃不了，别人每一个都吃不了。哎呀，又气恼，又懊恼，又不知道怎么办，永远就是地狱的气跟形象，就是来只顾到自己哈。好，接下来快乐有快乐的气象，香水，好像香水这样喷给别人，让他觉得啊好香啊，人缘很好，人呢常微笑的运就好。那气愤的时候就乌烟瘴气。所以各位贤贤来，我们练习一下，请给您隔壁的同伴一个弥勒佛祖师爷一个弥勒佛式的气象是什么呢？各位贤贤悟性都很高，请自己做，三秒钟就可以来，请各位贤贤给隔壁一个弥勒佛式的，哎，对，好，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跟我就没有对待？哎呀，你比较厉害啊，我比较愚笨，没有。哎呀，你比较怎样，我比较怎样，没有。啊，能不能像早上啊、演讲师讲的，太子爷说十分钟、一百分钟、一辈子、十辈子、永远永远都这样，没有你我对待好。成瑜，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实践的方式呢、方法，成瑜中用我们的真主人呢这个理呢来驾驭我们的气。当我们都常常保持在无极里天这个理的时候呢，各位前前会有个无极理天在这里嘛，都求不到了嘛，好，知道。那如果我们常常保持真主人这个良知呢，我的良能散发出来的气就会是适合那个因缘的。譬如说各位前前后学的功力很差，快睡着了，如果现在有三才剑鞘，这时候会有谁跳出来呢？各位前前猜，哪一只仙狗就会出来镇压三天，我们的师兄三天主考就变变变过去，一定马上收拾身心。啊，后学哈，懂那就卖了。各位前学努力振作一下，脸皮拉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行于外的时候，希望我们里面那个无极之理哦，没有分别对待这个无极之理。散发出来该因缘的气呢，成就一个佛国现象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心气象，后续会讲多一点，因为个人会牵涉到家庭、社会、道场。那儒家心法告诉我们要得心物，我们心里面有东西要去除掉，才能够回复到我原来的良知良能。那么这样叫做修身。当我在去除我心物的时候，修正我的行为的时候，不好的改成好的，这样就叫做修身了嘛，哈，修身去得心物。那第一件呢，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转化憎恨的念头为喜乐。那有一个故事跟各位前前不少都有分享过，有一个老师很妙，他就要小朋友带很多马铃薯到学校来，学生都很兴奋哦，哇，老师不晓得要做什么，于是老师就说来。我们的笔拿出来，一颗马铃薯呢，你就写一个人，某一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呢，冒犯你，你就写他名字，然后你觉得他很怎么样，就给他写上去，写在马铃薯上面。好，于是小孩就写小明瞪我一眼，一粒马铃薯放袋子。哦，那个小丁不理我，一粒马铃薯放袋子。某某人，今天呢？骂我大笨蛋，一粒马铃薯又放袋子啊，这样子他很开心哦。我今天真出气啊，我把所有对我不好的人通通写了，马铃薯通通放袋子。各位前贤，好，这下子很好玩了。老师说，这个礼拜的回家功课就是马铃薯要背在身上哦。各位前贤，嚯、哦，那个泄恨越多，背得越重。一定挨挨脚。一周以后，学生都回来问老师：“老师，你的功课什么时候可以不要，可以停下来？”哎，出去回家的时候要打球也要背哦，上厕所也要背哦，吃饭也要背哦。各位前贤，我们都这样，或许都这样。我心里头很讨厌别人，我就一直把他背着，我一直把他背着，我痛苦啊。好，学生回来问了，
问老师，老师说好啊，你们觉得这样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会轻松呢？各位浅浅两个字，请各位浅浅回答。一起办，我快去给你们拍拍手。说放下比较容易，或许发现我很努力在放下。好，再来转化我们内心的忧虑变为光明哦。分享的故事，第36号求职者，有一个年轻人呢，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征才的消息，他就依照指定的时间去报到。他约谈的时间呢？已经有30多个在排队了，而且只要一个人，只要录取一个人而已。那家公司录用一位，如果我们呢？如果后学会，打退堂鼓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轮到我？就会想要离开。好，但是这个年轻人并不会这么想哎，他就拿起纸和笔，很认真的写了字条，就递给约谈的老板，跟老板说：“老板。”您还没有见到第36号求职者之前呢，请你不要做决定哦。他还这样子跟老板请求一看。那当然，老板在约谈面谈的时候，发现呢，他是一个非常积极、非常乐观进取的人，所以就录用他了。各位浅浅，我们里面那一股意志力、乐观的心念，会改变我们的气。跟改变我们的相，当然结果都改变了。接下来跟各位浅浅分享第3点呢，我们希望简单的生活。什么叫简单的生活呢？或许刚刚说的，我们现在琳琅满目的饼干糖果包装那么漂亮，制造垃圾。我们女生啊，化妆品真的多得不得了，还要去荣辱，去干嘛干嘛干嘛。所以有时候网络曾经看过，在台湾活着的女人成本好高啊，要花几100万去瘦身去美容。好，在台湾的女性真的有点悲哀啊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希望我们简单的生活，或许会觉得想起小时候怎么样，或许记得小时候曾经跌倒，那鼻子碰到土，闻到土是香的耶。各位浅浅，现在有哪一块土是香的？那一块真是太好了，没有受到污染。30年前跟30年后已经这样不一样。还有后学也曾经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去参加救国团队活动，从骊山践行4天4夜吧，践行到那个太鲁阁，那中途全身冒汗，因为太阳晒，那是夏天哦。夏天我们爬山一直在走山路，那冒汗没水喝啊，水已经喝光了，没水喝怎么办呢？水壶的水都喝光了，那个衣服是湿了又被太阳晒干，那时候就直接水壶就去，哇，看到山泉流出来，去接山泉来喝，是甘甜的水龙头，在小时候那个水也还甘甜。现在各位浅浅，我们常常开水龙头是冒白色漂白。各位浅浅，我们因为过度的享受，也为我们自己付出很高的生活成本，于是现在水要过滤，买过滤机器来过滤，然后要干嘛？那个农药喷了很多，水果呢喷很多农药，蔬菜喷很多农药，很漂亮，那是我们过度要求一定要漂亮啊。漂亮呢，结果我们把农药都吃进去了。或许有时候想一想，分享给虫吃又怎么样？虫有的吃，我们也不会慢性中毒啊。而且土，你看现在土有农药，下雨了那个水也污染农药了，渗到土里，反正什么都是慢性，我们已经都在污染自己，那是我们自己付出做的行为导致的结果，所以我们要为自己尝受那个果啊。那或许会觉得，如果我们都活得简单一点，是不是垃圾就少一点，少喝一杯，少制造一个垃圾，然后我们都为他人想一想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简单的生活。再来第4个多分享，
我们的眼睛呢都记得别人的好处，那么天下人看起来都是朋友。如果我们的内心呢都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坏，那天下人都是敌人啊，那我们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了。各位前贤，接下来后学第五点分享的是少欲求。佛陀师尊说，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为名，一种人为利。为名的人早上七八点就很忙，因为要赶上课，后学是前面这一种。为利的呢，八九点就要开车开始挤上班。啊，老师说徒儿啊，我们要做第三种人，不是第一种为名，不是第二种为利，是要第三种是什么呢？猜。前行会不会睡着？又是后学要罪过，所以猜。第三种人要怎么样？这个是什么动作？名利在这里，嗯，这叫什么动作？有听到，大声一点，前贤信心请拿出来，超越嘛哈。老师说，名利是身外之物，要超越它。老师说，不是不要名利哦，不是叫咱拢卖名卖利，是卖掉名跟利，把它放掉，还是爱把名跟利用来做足好的代志啊。老师说哈，名利像笼子，刚才一只鸟去关的人啊来安尼啊。老师讲，咱若爱做人啊鸟吼，都会飞袂出去哦。啊，就是那观音，那观音，佛的眼睛在看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就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一定要得什么名，一定要得什么利。那老师说要善用名利，如果善用名利的话，就将可以为人之师。好，为人之师，例如。我们道场有个张柔发点传师，哇，他又有名，他又有力，又在道场服务，哇，这是老师说的，将为人之师，点传师嘛，好，接下来第六个个人方面，希望慎独。那慎独呢？佛陀老师说，啊，这个话很重要，很口白。各位前贤念一次，后学就不要解释了。各位前贤，请帮后学念。当做我们生活的指南针哈，来，修道不用求神问卜，预备，请。修道不用求神问卜，即心即佛，你本身就有一尊自信佛，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。还有，你自己要有个主张。你的念头是正的，诸佛住间，心一有邪思就遭魔牵，要时戒慎恐惧，尤其是讲道的人，要时时省思是否身体力行，知行合一，这样才能引导众生。或许我很喜欢反省自己，但是都改得不好，反正反省自己就觉得没做到，心乱动，有时候就跳出去啊。现在比较好一点，会拉自己回来。你在乱想什么？啊，再来，老师就说了，尤其讲道的人，或许现在所讲的是老师的话，老师慈悲，或许做到10%都不到，赦罪哈。好，那不能引导众生，所以我们有业障要修，要忏悔，要自己改哦。所以我们来反省，我表里如一的吗？或许没有，可能讲90分，讲80分，讲70分呢，做不到1%。那么谁来记录我所想所做的一切呢？自己心里面有一部电脑，那一部电脑就会全都录。我讨厌一个人录进来，我喜欢一个人录进来，哦，我执着爱吃好吃香辣的录进来。通通在自己的意识田里面，将来就会变成是种子。这些种子，你譬如说有鲜花供佛的种子，那个种子以后开花结果就会相貌庄严，爱漂亮的小女生希望我们长得再漂亮一点，就鲜花供佛，这是佛经说的啊，那个修忍辱这样子哈。好，再来第七个，提至千里。佛陀恩师跟我们说，请各位前贤帮后学念，后学待会儿哦，后学要忏悔。
好，各位请先请张慧学念徒儿啊。徒儿啊。你们在什么环境里就安什么命，不管顺境逆境都不能忘记一个目标，就是此生此世以闻大道，若不修成绝不罢休。各位贤贤，这个志气千里有没有这么大呢？这辈子是不是一定要修成呢？还是反正我还是逛我的街看我的电视呢？好，六祖慧能说唯求做佛不求于物，这是体质千里的勉励。那第八个信心，各位贤贤，后学刚才有练习信心哦。那活佛老师也跟我们说他对我们的信心是这么样子的哦。好，请各位贤贤再帮后学念图啊。图啊，只要你们有上进的心，都还是可以受教的人。纵然你还不够程度，只要徒儿还有学习的心，将来一定可以成器。活佛老师对我们这么有信心哦，各位贤贤，我们可以成器哦，成佛之器哦。好，再来继续预备，请。只要徒儿愿意，为师也愿意为徒儿付出。只要徒儿想回家，哪怕你在红尘的因缘如何的牵缠，如何难行难走，为师都愿意陪着徒儿走，直到徒儿回到家。回到哪个家？无极里天的家，不是凡尘的家。可是我们修道一定有因缘牵缠哦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求学也会有因缘牵缠。有的人上课听一次，考试就考很好；可是有的人读五次也可以考很好；有的人是读50次还考不好。可是只要愿意读，就会；只要愿意努力，就会成器。后学现在三年级有个小朋友，他这样哦，他一年级真的很慢，反应不好。可是他有一个功夫，就是肯学。人家一次。他就100次，他真的肯学。那现在4年级了，忘记了，小三还小四，后学上他一个礼拜一节课，班上有比他聪明百倍的孩子被导师留下，上后学课的时候被导师留下，留下来干嘛？补做功课，补做功课，干嘛补？可是这位用100倍努力，那位小孩子却都不用被留下来，因为。可以跟上啊，那他怎么跟上？他小一的时候好辛苦哎，天天哭哎，常哭哎。或许知道他是这里不好，不能骂他，给他时间。当然有时候火气大，不是对他，是对那种我调皮捣蛋的。好，所以各位贤贤，老师对我们也这么有信心啊。那或许也在学啊，当然学的没有老师好。或许哈会对度自己家人很灰心，哼，我都不要理你们了，气死我了，都不听我的话。后学常常做这种事，想一想老师对我们的信心跟那种无限的慈悲、无限的耐心。好，在行于外呢，佛佛老师跟我们说要做正人君子。各位浅浅不要睡着了，或许要请一位浅浅上来当观音菩萨好不好？来，佛佛老师跟我们说怎么正人君子呢？请各位浅浅帮后学念：真正有智慧的人，能从外表看到你的内心，就好像坐姿，假如你的身心端正了，坐姿就会不同。这里或许跟各位贤贤分享，这都贤贤都坐得很直哦。或许以前在北部学习的时候，那时候因缘是在等位菩萨道场，那反正因为家里没在修，是在我们这里求道没错，去到那里是被同事引进道场去，然后呢就遇到一位成讲师哦，后学发现他都要求自己，每次开班他都很早到，不会迟到。第二个，他一定做了4平8稳，从头他的课即使在11点或下午，他一早就进堂。第三个呢，他眼神绝对不乱飘，不像后学很喜欢东看看西看看。那这位讲师还有，他还说。回去所有道理都要要求自己，不要要求别人，不要让人家说哎呀你假菜啦，说安好就安好。或许永远记得这句话，他也发现他是这样做，那或许也很忏悔，或
或许就常常被妹妹说，你在台上讲给别人听，你自己怎么没有站住？好，后学妹妹是后学的菩萨，她在指证后学哈。好，接下来而所谓的预备，请。而所谓的正人君子，当他走路时，态度非常稳，不轻浮，不急躁，一步一步踏得很稳。各位琴弦，后学的理论永宏大哥在现，反正要点拨的那个脚哦，就教后学怎么踩，外八会比较稳啊，不要急，后学就学到这个，慢慢再学，不是学得很好。那后学很想请琴弦上来学一招，看过南海古佛莲坛吗？这个后学念是不是端正莲步啊？古佛莲坛的样子可不可以有空大前弦还是前道前弦要上来学一下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如果没有或许就献丑哦。我不要掌声罪过，这样子后续学看看，其实百分之一不像，冒犯古佛请古佛赦罪。
磨练你的心性。记住，对人处事当中，只要一份感恩，就能明白，原来我们的潜能这么的大，大到可以包容一切，可以步步高升哦。老师说，我们的潜能是很大的哦，可以包容一切哦。所以，啊，老师还曾经讲，人家骂一句消业障都不接受，就要花1000块去请人家改运，奇怪。哦，哎，提钱去给人，去给人笑，啊，人来给人骂一句，有哪给人消业障？想办法努力再接受，因为觉得忠言逆耳，确实我这个凡夫的耳不大容易接受。啊，把佛佛老师的话谨记在心，学习。好，先气象的延续啊，晴雨，我也希望我们在道场上用这个故事跟各位前前共勉。或许快下课了，有一个人生意失败的时候呢，这个金戒指的故事。朋友送他金戒指渡难关，经过努力跟奋斗呢，他把财富恢复回来了。为了感谢那位朋友的资助呢，特别买更大的戒指要回报给朋友。没想到朋友却婉拒了，对他说，我以前很落魄的时候呢，有一位朋友也一枚戒指资助过我，我改善了以后买戒指还他，他说把它留给需要的人吧。所以现在也请你把这枚戒指留给需要的人，那那枚戒指到现在仍不停的传递，继续帮助需要的人。各位前贤后学不会开车的时候，前贤在后学去佛堂，现在后学会开车了，在学习，不过在的不多，忏悔。然后呢，都吃前贤的前布施，现在呢知道要布施。好，各位前贤有能力的时候，把前贤的爱继续发挥出去。所以还有老师也曾经说，当你听一个人吐他的不愉快，把他心里的垃圾倒掉了，各位前贤，您也在渡他哦。你渡他不要让他忧郁症，您渡他不要让他跳楼哦。好，那或许呢，希望我们这样的大爱心法呢，代代相传。那各位前贤有大愿力的传到万国九州。最后结语，或许终于要下课了，对不起，张国老大仙佛恩师指点的四句话，各位前贤或许没有时间，您自己悟性非常高，请念一次哈。张预备，善念啊，前道念红字，坤道念黑字，预备，千善念一道胜过千方百计，善事一件胜过金银财宝，善人一个胜过才子佳人，善气力胜过风和日丽。或许用这 四句话跟各位前贤勉励啊，或许因为耽误各位前贤时间，非常非常非常的抱歉。那感谢各位前贤的慈悲，或许以上报告如果不圆满，或求仙佛慈悲赦罪。各位前说给后学指正补充，谢谢。大众们起立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。现在开始休息到3:10，那待会请各位前贤呢，依时间入座，谢谢。